下面给大家介绍中华六瓣。中华六瓣我非常喜欢，在江南词中这首曲子是非常非常有人情味道的，非常有让人琢磨的啊，是耐人寻味的，百听不厌的这样曲子。那么，我从1960年呢，是我把这个中华六瓣编的一个自己一个琵琶的曲子来弹。那么现在在江南四中呢，大多数都是合奏独奏的，很少有独奏的东西。那么我现在把这个中华六瓣呢编了一个琵琶的一个独奏，或者琵琶一个齐奏，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东西。为什么加个新中华六瓣呢？我里面把中华六瓣的节奏呢，是变成这个非常丰富的、非常有弹性的一个节奏。啊，非常有弹性的节奏，而不是四平八稳的啊，比如说啊。哎，有8分音符，有4分音符，8分音符，16分音符，32分音符，这样一个组合的。也发挥了一个弹拨乐的特点。第二呢，是中华六瓣原来比较平稳的东西，给予琵琶化，让节奏呢更加有弹性，更加有弹性。这反正我自己的一个特点，啊。那么现在从60年这一个版本呢，到现在10多年呢，我又把它从箱子里面又把它拿出来呢，又给它弄重新搞了，变成现在一个新中华六瓣。当然，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不是创作，这是一个改变，是个改变。但从广义上说，这也是一个创新，也是创新。我们弹一个传统曲子，你给他一个新，赋予一个新的一个内容，一种精神的追求，一种处理，我认为这也是创新。啊，那么像中华六瓣呢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创新，啊，赋予新意。那像原来中华六瓣，乐手们可以去对比一下。把原来的中华六瓣和我这个新中华六瓣虽然是一个风格，但是情绪上不一样，我觉得这就是创新。但在具体的标的时候，是吧？还是写我的这一个创编是这样的东西。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，这个弹调很多呢，这个在装饰性方面应该比较模糊一点、柔和一点，表达了一种江南人的那种性格。啊，比较柔和的性格，不要太尖棱尖角。你比如说开始，哎，这个发我前面讲了，不是那个还原发。前面那个双音，哎，柔和一点，你不能弹，加个发不是，也不能弹的再尖棱尖角的啊，你后面也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在里面的装饰音呢，是弹的比较柔和。第二点呢，因为这个里面轮子呢，弹跳用了很多，所以用这个长轮，一拍半的长轮来把它调和一下，这个感情。所以说长轮呢是尤其宝贵，尤其要小心，要弹的特别舒展，特别舒展，是吧？稍微撑一点啊，别低啊。后面啊，
哎，这种长轮多舒展一点。那么这样弦的里面呢，快的里面有舒展，舒展里面有快，啊，这两方面的结合。下面呢，请两位乐手呢，作为两个齐奏啊，来弹这首《新中华六百》。